王大哥，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因为我喜欢你叫我大哥，以后啊就把老子去掉。我看你也不缺我这个妹妹。谁说我不缺啊？就缺你一个。还疼吗？从三楼摔下来，你说疼？哎呀，你说疼不疼？要是让姑奶奶知道是谁干的，姑奶奶一定把她头打破。还有冷大哥，你要是哪天知道是谁干的，你一定要替我报仇。哎，你还知道来看我？来也不知道带束花，你看看人家。龙队长，工作固然重要，但也不能忽略了身边的亲人。啊！你这个杀人凶手，有什么资格教训我？哥，你干嘛呀？冷大哥好心好意来看我，你怎么能这么没有礼貌呢？哼，跟这种人讲什么礼貌？你知不知道他都干了什么好事？怎么样，是你自己说呢，还是我替你说？杀害林局长的真凶就是冷家，他就是罪魁祸首，把你从楼上摔下去的也是他。现在在这里猫哭耗子假慈悲，我真不知道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。冷大哥，我哥说的都是真。